喺中國武術嚟講，下盤功夫包括咗馬法、腳法同步法。馬就係企嘅姿勢，亦有稱為裝馬嘅。喺唔同嘅門派裏邊有唔同嘅裝馬，譬如有子午馬。麒麟馬或者叫扭馬。回頭馬或者叫塔基馬。前攻後戰馬。高吊蹄馬、四平馬等等，腳法就係用腳部動作嚟攻擊或者防守嘅方法。而步法就是以任何進退的方式去閃避或者攻擊敵人的方法。詠春的馬叫做二字鉛鴦馬，這個馬包括了兩膝內旋、腳尖互對的正身馬。同敵人成四十五度角，全身重量放置在後腿之上的側身馬，也都叫做對角馬。雙腳一前一後，上身正面同敵人相對的進馬，也都叫做前攻後戰馬。正身馬是以兩隻腳掌成為等邊三角形的角度，在這個姿勢裡面，頭部、身體和膝部在側面看上來形成一條直線，而後腦部分就和兩隻腳踭的中間成為了一條和地面成九十度角的垂直線。二字鉛鴦馬能夠穩固的秘密完全是在於兩膝內旋而互相，其中力量就好像一個扣一樣，將膝頭以上互相鎖住，由此形成整個穩固的結構。缺乏這一種鉛膝力的話，整個馬就變成鬆弛，只要被人輕輕地掃你一腳，你就整個馬都散了。有些詠春門人以為他們的馬越坐得低就越好，在詠春他們這樣做法不單止更加辛苦，甚至連進退都有問題的。
所謂高馬難守、低馬難走，但係如果有咗呢一種潛失力，就可以利用既穩定而又方便走動嘅高馬去對付坐低馬嘅敵人啦。轉馬即係將正身馬轉變為側身馬嘅動作。以詠春拳嚟講，去企圖移開或者挑開敵人嘅拳頭係唔實際嘅，因為敵人一拳打嚟嘅時候，呢一拳嘅力量同埋速度往往快到你冇法想像。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將佢打嚟嘅時候，利用轉馬將我哋整個人上身，亦都即係佢要攻擊嘅目標完全移開嘅話，佢嘅攻勢無論點樣沉重都好，但係由於已經失去咗目標，亦都已經係白費啦。正確嘅轉馬方法係利用自己嘅橋手去接觸敵人嘅來拳，當對方力量逼埋嚟嘅時候，就自然將對方嘅力量傳遞到上身，於是上身就順住對方嘅力度而向反方向移動。因此，對方嘅力度越強，轉嘅角度就越大；力度越急，轉嘅速度亦都越快。有啲人將上身重量放咗三四成喺前腿之上，以為咁樣可以穩固一啲。殊不知詠春嘅卸力方法正需要將上身變成100%空虛，咁就可以將對方力量完全卸去。如果你唔能夠將上身全部移開對方嘅攻擊範圍，你就會好似佢咁啦。詠春步伐有好多唔同嘅變化，最常用嘅係正面上馬嘅步伐。The sideways advancing steps. 斜踏步。The side steps. 橫步。The alternative steps and retreating steps. 同埋退馬嘅步伐。While moving, the front leg of the Wing Chun practitioner doesn't carry any body weight. It only acts as a support. 當踏步嘅時候，前腿完全唔帶半點上身嘅重量，而只係負責將後腿同埋由後腿所支撐嘅上身拖前，或者喺靜止嘅時候作為輔助支柱嘅作用，令到後腿較為穩固，而永遠將重心保持喺上身同後腿之間嘅穩定狀態。如果你將上身嘅部分重量移到前腿之上嘅話，當敵人將你突然拉前嘅時候，你嘅重心就容易盪向前方，而令你向前傾跌啦。當你行路嘅時候，你嘅體重會首先移向左腳，咁你就可以將右腳踏前，隨之你嘅體重移向右方，使你嘅左腳踏前。由於咁樣，你嘅重心就會時常向左右搖動，就好似擺鐘嘅鐘台一樣。絕大多數嘅國術門派都係採用呢一種行走嘅方式，或者混合小跳同翻騰嘅動作。由於咁樣，佢哋嘅重心自然就擺動得好厲害啦。詠春步伐佢係好獨特嘅，正確嘅詠春步伐係用一步上兩隻腳，因此同平時一步上一隻腳嘅方法完全唔同。由於有潛失力嘅作用，當詠春門人以前腳踏出嘅同時間，後腳亦都被拖動向前。第一課。正身馬，全身放鬆，收拳在胸。當開馬嘅時候，兩腳相距約一步半，兩腳形成60度各相對。Your upper body should be perpendicular to the ground when you bend your knees and turn your toes outwards. Then your head, trunk and knees form a straight line after you set up the stance. 要注意嘅係，兩膝必須內鉗，上身至膝部形成一條直線。並且保持全身鬆弛同呼吸正常。如果你上身喺開馬嘅時候唔能夠同地面保持垂直線嘅話，你就錯㗎啦。唔好將身咬得太淺。乜都唔好咬得太厚喎。第二課，耕手衝拳。
坐二字鉗羊馬，將兩手伸出交叉放在胸前，左手踏右手，然後沿住五線將雙手推出，至到兩臂差不多盡為止，略停，將雙手由內向外捆上，收拳，出左拳，攤手，圈手，再收拳。耕手動作必須放遠，以高速向下耕落。當耕盡的時候，手臂要保持不曲不直的自然狀態。日字衝拳的出拳位置由心窩打出，打盡的時候和肩膊成水平位置，不能夠過高過低。同時要注意的是必須要放鬆打出，直至打盡為止。耕手太曲的話，就不能夠耕開敵人打來的下路攻勢，而耕手太貼自己身體的話，要截住對方的攻勢又變太遲了。如果你發拳不依止五線打出的話，你不特止不能夠打中對方，而且還留了很大的空位被人乘虛而入。第三課，重複以上一課並且留意五線，即是由上至下的中線以及耕手的關係。現在以單手沿著五線耕落。不要學他這樣，這下不是耕手來的。這次他的手臂又落得太盡了。當兩個人對練的時候，要注意的是你的手腕外緣重重地降落對方手腕的內緣部分，而不是用手掌去劈人的。第四課，耕打。現在將耕手配合日字衝拳一起打出，將這個課程不斷地練習，直至到熟練為止，然後再練另一邊。最重要留心耕手和日字衝拳必須同一時間內發出，千萬不要將兩個動作分開先後來做啊。現在叫你的拍檔和你面對面地站，而且用低插槌攻擊你的小腰部位，當他的拳差不多到的時候，使出上述動作。記住啊，耕手不是用來擋格的動作，如果練得好的話，只需要將耕手破中降落，對方的手腕就會被你打傷，急